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大眼万象简单光碟 2.5 妙趣满堂全攻略合及瑞藻六合麻放护物瑞藻六合 Remake 大眼万象。这边我们再来做一下我们简单难度的大眼万象，这边也是来做一下它这个位置的第一关。如果这边你觉得视频可能过快的话，可以暂停看一下我们左上角这张图片，根据我们左上角这张图片的顺序1234去拿起放下就可以完成。第一关还是相对于比较简单，就直接去做完就可以了，解决了。这个完成之后，来到我们这边的第二关卡也是一样，在左上角这边也是有图片的，这个会相对于比较简单一点，左右两边分别互换一下就可以了。这边也是来到这个位置的第三关，第三关相对于步数需要多一点，也是相对于难一点点，也是可以看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这张图片，分别是有六步的。首先我们这边的这一个捡起来，然后和我们的右下角的这个进行互换，互换几数之后，来到我们这边的第三步，这个拿起又放到我们的这个位置第四点，有再减上我们的左边中间这个位置，减上这个，减上这个之后，然后放到我们的右下角这边，这边放完之后，这个就完成了。每次来到困难难度这边，